了，广场合唱，我去晚了不合适啊！我走了，老公，公，公公，你直接喊我太监得了呗。我告诉你，不能去，就是不能去。那我要非去不可呢？你要敢迈出咱家门槛半步，咋的？我就跪下求求你。哎，老婆，那不去不行吗？不行。老公，全运会呀，在咱们辽宁省召开。我们作为广场的合唱团，我节目是第三个，而且是领唱，去晚了真不合适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节目被拿下来呀，你心里不舒服。可是我老公是谁呀？啊，那度量多大呀？这点小事啊，你一定会舍小家顾大局的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我，我是一个小心眼的男人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关键是我想知道理由，为什么把我拿下来？你最好是不知道。我最好是知道。那我说了，你别生气。哎，我不生气，你说。这个我们导演说呀，你老公啊，唱的是真棒。你看看，长得太磕碜。我长得磕碜吗？我长得磕碜，孩子都说你磕碜。你呀，你就别不服了。我们导演说了，说呀，你老公那长相呢，相当于雾霾天气，三度污染。他要是往那合唱团里一站呀，其他人都得戴口罩，没法唱了。再一个，如果那运动员姚明来了，是站着跟他说话合适呢，还是蹲着跟他说话合适呢？我觉得他趴着跟我说话比较合适。对，趴着就一边高了。不对，我觉得不是导演不要我了啊，是你嫌弃我了。你干啥呀，老公？我告诉你，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别当真事儿。我要是真嫌弃你了，当初我爸妈那么反对，我还能跟你过这么长时间呀？别提你爸妈，一提你爸妈，我这心里难受。当初咱俩搞对象的时候，你爸见我第一面就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我土豆子。你妈也跟着凑热闹，接着送我一个外号，叫我茄蛋子。就你送给我的外号还比较好听，小尖椒，小尖椒。后来我考虑来考虑去，我一合计，茄子、土豆、尖椒都有了，这不是一道菜吗？啥？地山鲜吗？地山鲜就地山鲜吧。啊，我这辈子就没吃够地山鲜呢。真没吃够地山鲜？没有。那万一来一盘海鲜呢？啥海鲜呢？比如说大龙虾。开门去。谁呀？大龙虾。我了个去，虾爬子。大军快进来。老公，他就是大军，顶替你那个。大军，这是我老公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就你顶的我呀？电线杆子一根儿。了不起。大军，别跟他一样了，请坐。坐啥呀，咱俩第三个节目来不及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老公，10点钟开始审查，我俩不走来不及了，快走快走快走。走，站着站着站着，不着急，5分钟之后让你们走。为啥5分钟啊？为啥呀？你不用问了，你过来，不许说话啊，听没？我这虾爬子，不是老虾呀。大军，虾大军呐。哎，我问问你，你觉得你唱的行吗？不是，大哥，我唱的不行。不行，你干嘛替我？导演非说我行啊。马上给导演打电话，就说你不行，然后推荐让我上。哎，你胆大什么大？逗你呢，他这人就爱开玩笑。老公，人导演真说他唱得好，是吗？你过来，我不管导演啊，我问你，你觉得他唱得好啊，还是人比较好啊？唱得好，人更。你咋那么歪呢？我歪？我歪吗？大哥，你不歪，你长得挺直。你看，我不歪。
我是这么考虑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表演的没我好，唱的也没我好，那对全运会是不负责任的。老公，对我们辽宁人民不负责任，对全国人民不负责任。我这么想，我歪吗？我，老公，我告诉你吧，导演真说他唱得好，而且他个儿高啊，说我们俩这个往合唱团里一站，特整齐。是啊，我往你旁边一站也特整齐，抖歪咪。我看像骚拉西。不管骚拉西还是抖歪咪，你个儿高没有用，你必须你唱的得比我好吧。对不对？那要不然这样，我俩给你唱一段，你认为行我俩就上，你认为不行我俩不去了。你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。咱俩给他来一遍。来好吧、啊、来预备开始。沈阳欢迎你，用音乐感动你。停雨这好使。哎，你俩唱这啥玩意儿？沈阳欢迎你。对呀、啊、这不是奥运会的歌吗？对呀、啊、改词儿了。哦，就把北京俩字改成沈阳就完了啊、哦、一点点我们辽宁特色没有。哎，这也是啊。不，那想改成辽宁特色怎么改呀？你问我呀？啊，你问他呀，导演不说他行吗？对，你改下巴子。大哥，我不会改，要不您帮我改的呗。知道没文化多可怕了吧？我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帮你改，但是你必须得求我。行，大哥，就算我求您了。求我叫哥不行，叫爹可以。叫爹？闹啥呀？我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再说我管你叫爹，你敢答应吗？哎，不管我敢答应，我想有很多人都愿意答应，是吧？哎，过年了，互动一下，叫不叫？叫什么叫？叫叫不叫？叫不叫？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啊！叫不叫？叫！爹！哎呀，你小子行，今天在辽宁你爹丰收了。行了，你真叫啊你！那我不叫他也不帮我呀。你叫他也不会帮你。就是，关键我也不会。你看看他玩你呢，他这人就爱开玩笑。老公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俩走了啊。你站着，不着急，还有30秒。你为啥不让我走啊？还等什么30秒啊？还有15秒。你再不让我走，我真生气了。5、4、3、2，走，一，站住，老婆。还记得20年的今天吗？20年的今天，北京全运会。还有呢？还有咱们俩去看全运会，结果没看成啊。为什么没看成啊？瞎折腾啊！孩子早产，在北京就把儿子给生下来了。几点生的？上午10点。现在几点？10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是儿子生日啊！老婆，知道我为啥不让你走了吧？知道了，我马上给儿子打电话啊！哎呀，打啥电话呀？儿子给你送惊喜来了！你又逗我！我逗你！儿子在国外留学呢，怎么能给我惊喜呀？哎呀，老婆，你落后了，现在是高科技时代啊！儿子用联通沃3G 视频给你发过来一段东西。真的啊？你不相信呢？请看大屏幕。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儿的生日，娘的苦日。妈，谢谢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感谢您这么多年为我的付出，您辛苦了。妈，在这里借着我的生日，我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，每天开心快乐。对了，妈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又获得了奖学金，你为我高兴吗？听老爸说您参加了全运会，还做了志愿者，最后还参加了表演。妈，我真的为你感到很骄傲，你是最棒的，儿子支持你，加油加油！
这孩子都是祝福你这词儿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是儿子他爸太懂事了吧？是吗？谢谢老公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早告诉你就没有意义了，关键是儿子不让说，说必须到准时准点向你播放。儿子太懂事了。你抱我别喊儿子，这不合适啊。大哥啊，我们要不走真来不及了。对，老公怎么办呀？放心，肯定来得及。我决定了，我开车送你们去。哎呀，谢谢大哥。不用谢啊，只要是为全运会服务，不管穿不穿你们身上这种衣服，我们都是志愿者。